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相信很多女孩都喜欢健身的男孩子，对拥有八块腹肌的男生更是要多看两眼。而在我国的体坛上，也有着很多运动员有着健硕的肌肉，比如宁泽涛、孙杨的腹肌等等。不过放眼全世界，肌肉最恐怖的还要是下面这三位。第一位，李小龙。李小龙作为一代武学大师和功夫巨星，他的实力非常强悍，出拳出腿的速度极快。而且最令人咂舌的就是李小龙的背阔肌了，将肌肉伸展开后就像是翅膀一样，怪不得连科比、贾贝尔都钦佩李小龙。第二位， C 罗作为现在足坛中的世界一哥，尽管已经30多岁，仍能保持巅峰状态，他的大腿功不可没，爆发力、奖励都需要大腿的带动，小腿肌肉也是一样的发达。第三名，泰森可是享誉世界的重量级拳王，传说他可以一拳打倒一头牛，也不知道哪头牛这么可怜。年轻时，泰森的身体就像是铜墙铁壁一般，即使被对手打中脑袋也并不会立刻倒地，全靠他壮实的脖子肌肉。对于以上三位选手，大家觉得谁的肌肉比较迷人呢？欢迎屏幕下方留言，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资讯，记得请关注我们。